法呢，就是应该这个双座啊，就是加副座，就是或者是半加副座也可以。然后第二法的话呢，就是你这个娘叔呢坐这个灯椅，就是坐灯椅的时候呢，应该就是右手在上面，左手在下面，就是然后两个拇指呢接住放在这个膝下。第三个呢，就是整个这个脊椎的话呢，就是正直啊，就不能呢就是弯弯曲曲啊，应该也并不能呢就是往这个后仰。然后第四个的话呢，就是这个颈部啊，就是稍微就是往前俯啊，就是也不能就是往后，也不能就是左右都这个歪，就是应该往稍微呢就是往前俯。然后第五个的话呢，就是肩臂的话呢就是后胀，就是或者说是竖站。第六个的话呢，就是我们这个双目呢直视鼻尖。第七个呢，就是舌头地上上来，你要入座的时候呢，先就是在你的这个舒适的坐垫上呢做一个披露气法，然后心呢就是完全的这个放下来，稍微就是坐一会儿。就是右手的做那个金刚圈，这个右手呢就是压着这个大腿的动着的，就是那种动脉，然后压着那个大腿的梗。左手的话呢就是什么三股金刚树一呢，就是压着这个左臂以后的话呢，就是从那个右鼻孔当中呢就是出这个三次气啊。出三次气的时候呢，我们这个心里面呢就是观相啊，就是从无始以来，就是其他一切众生，尤其是尘心为主这个塑造的一切罪业的话呢，就是以那个白色的这种气体的形象呢，就是往外排出，出这个三次气。这的话呢，这个左手呢就是做那个金刚拳，也是压这个大腿的根，然后从右手呢可以说压住这个右臂，从左臂孔当中的出三次各气，心里面观想啊，从无始以来，自他一切众生呢，就是以这贪心为主的所做的一切罪业呢，以红色气体的方式呢，就是全部往外排出，这样呢就是排这个三次气。双速度这个做金刚拳，压在大腿的个从两鼻孔当中啊，同时呢出这个三次勾气，出三次勾气的时候，心里面也是观想啊，就是自他一切众生从无始以来，以这个痴心为主而塑造的一切罪业呢，以黑色气体的方式呢，就是往外这个排出，就是这样呢，就是排这个三次气。就开始念这个字母啊，还有这个缘起咒啊，以诸佛菩萨的这个三金刚的这种语言呢，就是融入你的这个心啊，获得这种价值。Om Sambara Sambara Bhamana Sarama Zubaba Humpada Soha Om Sambara Sambara Bhamana Sarama Zubaba Humpada Soha Om Sambara SambaraBhamana sarama zambaba humpada soha re re le le oa Kakanga ganga zatsan zatsanya chachan zatsana tatan zatana Baba baba mayara la ahyaha saha cha re re le le oa Kakanga ganga zatsan zatsanya chachan zatsana tatan zatanaBaba Baba Mayara La Ahyaha Saha Cha Rr Lul Ie Oa Kakanga Ganga Zatsan Zatsanya Chachan Zatana Tatan Dadana Baba Baba Mayara La Ahyaha Saha Cha Om Ye Damahed Chabava Hetan Tekhen Tatangato Haya Ande Tekhen Zayo Nuroda Eobadama Hyamana Soha Om Ye Damahed Chabava Hetan Tekhen Tatangato Haya Ande Tekhen Zayo Nuroda Eobadama Hyamana Soha Om Ye Damahed Chabava Hetan Tekhen Tatangato Haya Ande Tekhen Zayo Nuroda Eobadama Hyamana Soha然后呢，就是为呢，就是你以千变无际的一切众生，让他们获得圆满正等具足的果位，让真正的这个菩提心呢，就是发起来。
nam ke ne sa nam ga ko a ye la ma ye dam ga do so nam do ta je cho da ba ba ke da la da da do de ke bi ja sam je nam ke ne sa nam ga ko a ye la ma ye dam ga do so nam do ta je cho da ba ba ke da la da da do de ke bi ja sam je nam ke ne sa nam ga ko a ye la ma ye dam ga do so nam doDadang Dodge Gibi Jasun Dadang Dai Simjina Nama Yene Sanji Yambala Yambra Shiba Danya Da Chajum Jota Simjito Dadang Dai Simjina Nama Yene Sanji Yambala Yambra Shiba Danya Da Chajum Jota Simjito Dadang Dai Simjina Nama Yene Sanji在自己的这个前面的这个上面虚空当中啊，就是大概一尺高的地方呢，应该就是个前板这个莲花上面呢，就是这个四字宝座上将自己的这个上师呢就是观想，在这个上师面前的话呢，你就这个一心一意的开始祈祷，就心里面像就是就是十方诸佛菩萨的智慧众体啊，根本上师如意宝，您一定要垂念我，加持我，让我的这个信融入佛法，让我的这个修行佛法呢就是圆满成果，所有的密乱分别心呢就是全部迁出，获得这个无常的证悟，这些境界呢像上师一样，就一定要在我的这个消息当中呢让这个升起来，然后呢就是以无比的这个恭敬心呢就是一直这样这个祈祷，要求就是念那个上师的这个祈祷文呢，一般来讲念21遍，就是你非常强烈的这个信心来合掌，就是前面就是观想上师，就是在他面前一直这样念。我们先说在这面前跟词叫我对几千那边来嘛，你没本作家老所然的公爵多半婆的心机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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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念完那一会的话呢，就上师呢就是融入这个光啊，光呢就是融入了自己的这个身体，然后上师的这种智慧和自己的这个心呢就是变成这个无二无别，然后在这样的这个境界当中呢就是安住，不跟随这个一切的分别念，也不执着现在的这种心事，也不呢就是引起就是未来的各种这个一些这个分别的事情呢，就是什么都不执着，就这样的境界当中呢安住，就是然后那个第二个是修这个自他交换的菩提心啊，就是皈依和发心以后呢，观想就是前面有一位您自己容易升起悲心的这个一个友情呢，就是观想就是就特别可怜的一些病人啊，特别可怜的或者是地狱恶鬼的一些众生啊，然后一念自己的所有的暗了三秒的身体啊，还有这个疏勇啊，以及自己的这个善根等等，就是自己最执着的这些东西呢，就像我们这个脱衣服就是全部给别人一样，就是取出来就是全部施给他，您这个众生可怜的众生呢就是全部这个结束，结束以后呢就是获得这个幸福快乐，而反过来说他拥有的这些痛苦啊，原来不是很可怜的嘛，那么这些痛苦呢就是自己就是来这个代数啊，就去来自己代数，就像把他的破烂的衣服自己穿，自己最好看的衣服就是给他一样的，他的痛苦呢就是自己的快乐，互相我们这个交换就是衣服一样的，就是这样交换，然后这样的这个观修呢就是到这个纯熟的时候呢就包括
我们这个呼吸的这个训练了啊，当我们这个呼气的时候呢，就是观想自己的所有的安乐啊、三根啊、身体啊这些的全部给这些众生，而吸气的时候观想众生的这些痛苦呢，就是自己代受啊，这样的先从这个一个众生就是特别可怜的，然后这个比较成熟以后呢，就是再就是部分的众生，然后呢就是慢慢就是扩大，就是范围扩大，一直是这样这个论法的这个修辞啊，就是这种这个修辞术法，以最大的精进日以精进修，就这个特别重要。我们修那个自他交换的菩提心的话呢，包括你生病啊、心情不舒服啊，所有的这些这个这种这个时候呢，就是也像就是我今天不舒服呢，就是应该是终身的这个痛苦，就是我很这个愿意这个接受，而我的当你开心、当你这个特别舒服的时候呢，我这些都是全部给众生，就是刚开始的时候可能你就没有什么感觉，就是没有什么感觉，那慢慢呢，就是到了这个最后非常成熟的时候呢，就是自己啊，就是完全能这个做得到的，那就完全能做的。所以我们的所谓的这个我者的话呢，就是的确这一点也是现在很多科学家都开始在试验，就是我们有些人唯物论的可能心情比较严重，就是可能他们什么那个现在科学家试验的时候呢，有香蕉的这个两只手啊，就是然后呢先就是在这边敷一些这个药啊，就是你就觉得是就是你的心呢慢慢的是一个是自己的手，一个是这个一般的架的那个香蕉的这个手这样，然后你慢慢就是对这个也是产生就是我者的时候呢，用菜刀了啪就是就砍掉，然后那个人呢就是因为他刚才认为是好像两个都是我的手这，然后哇就开始叫起来了，就是这个的确是现在我们好多的这个事件的无情法的是可以产生那种我者，就是更何况说是真的那个真正的这个众生呢，就是具为这个我手，慢慢把众生的痛苦呢就自己代受的话，到一定的时候我们慈悲菩提心修了很长时间一下，当这个众生痛苦的时候，你自然而然流泪，自然而然就是心里特别特别的烫啊，就是特别的烫。而如果你慈悲菩提心修得不好的话呢，就是你怎么样众生杀看啊，就是那这样就无所谓，甚至你自己也愿意就到那边去开始这个度别的众生的命，有这个可能。所以我们这个还是要长期的这个修行啊，就是自他交换，就是长期的修行。
然后那个第二个是修这个自他交换的菩提心啊，就是皈依和发心以后呢，观想就是前面有一位您自己容易升起悲心的这个一个友情呢，就是观想就是就特别可怜的一些病人啊，特别可怜的或者是地狱恶鬼的一些众生啊，然后一念自己的所有的安乐三藐的身体啊，还有这个殊勇啊，以及自己的这个善根等等，就是自己最执着的这些东西呢，就像我们这个脱衣服就是全部给别人一样，就是取出来就是全部施给他，您这个众生可怜的众生呢，就是全部啊，这个结束，结束以后呢，就是获得这个幸福快乐。而反过来说，他拥有的这些痛苦啊，原来不是很可怜的嘛？那么这些痛苦呢，就是自己就是来这个代受啊，就去来自己代受，就像把他的破烂的衣服自己穿，自己最好看的衣服就是给他一样的。他的痛苦呢，就是自己的快乐，互相我们这个交换就是衣服一样的，就是这样交换。然后这样的这个观修呢，就是到达这个纯熟的时候呢，就包括我们这个呼吸的这个训练了啊，当我们这个这个呼气的时候呢，就是观想自己的所有的安乐啊、善根啊、身体啊这些的全部给这些众生，而吸气的时候观想众生的这些痛苦呢，就是自己代受啊，这样的先从这个一个众生就是特别可怜的，然后这个比较成熟以后呢，就是在就是部分的众生，然后呢就是慢慢就是扩大，就是范围扩大，一直是这样这个论法的这个修辞啊，就是这种这个修辞术法。以最大的精进日益精进修，就这个特别重要。我们修那个自他交换的菩提心的话呢，包括你生病呢、心情不舒服啊，所有的这些这种这个时候呢，就是也像就是我今天不舒服呢，就是应该是终身的这个痛苦，就是我很这个愿意这个接受。而我的当你开心、当你这个特别舒服的时候呢，我这些都是全部给众生。就是刚开始的时候，可能你就没有什么感觉，就是没有什么感觉。那慢慢呢，就是到了这个最后非常成熟的时候呢，就是自己啊，就是完全能这个做得到的，那就完全能做的。所以我们的所谓的这个我者的话呢，就是的确这一点也是现在很多科学家都开始在试验，就是我们有些人唯物论的可能心情比较严重，就是可能他们什么那个现在科学家试验的时候呢，有香蕉的这个两只手啊，就是然后呢先就是在这边敷一些这个药啊，就是就你就觉得是就是你的心呢慢慢的是一个是自己的手，一个是这个一般的架的那个香蕉的这个手这样，然后你慢慢就是对这个也是产生就是我者的时候呢，用菜刀了啪就是就砍掉，然后那个人呢就是因为他刚才认为是好像两个都是我的手这，然后哇就开始叫起来了，就是这个的确是现在我们好多的这个事件的无情法的是可以产生一种我者，就是更何况说是真的那个真正的这个众生呢，就是具为这个我手，慢慢把众生的痛苦呢就自己代受的话，到一定的时候我们慈悲菩提心修了很长时间一下，当这个众生痛苦的时候，你自然而然流泪，自然而然就是心里特别特别的烫啊，就是特别的烫。而如果你慈悲菩提心修得不好的话呢，就是你怎么样众生杀看啊，就是那这样就无所谓，甚至你自己也愿意到那边去开始这个度别的去别的众生的命，有这个可能。所以我们这个还是要长期的这个修行啊，就是自他交换，就是长期的修行。
Om Bandhangara Banasadardham.